善念能利益众生，恶念会伤害众生。善是佛的种，恶是魔的根。每天为生活而忙，只是在人间探索一条生活之路；每天为度众而忙，是在人间萌发慈悲善种的回天之道。忏悔宿业，感召福德，摄守心性，感召佛性。心不明，理不清，心念杂，意不静，静思维，心清静，辨是非，懂佛音。